四个字，大胆，真诚。你的话长吗？我切了一下午洋葱，我怕我忍不住。很快，就一句话。罗婉，你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吗？学长，你心脏没问题吧？我现在身体挺好的，不打算做卷子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那你适合。收拾好了，快走吧，里面太呛了。打断你们了，那你们先聊，我等你。适合啥？适合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那你适合。停！对不起，学长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现在回宿舍洗把脸，回去联系。走。那你适合做一名学霸的女朋友。那个紫罗兰一般小巧的丫头，那个似花瓣一般摇曳的丫头，医院超地球的质量吸引着我。